玩学者真是一个苦力的职业，要不停的做任务，还要担心被狼刀，真是太难了。玩了快一个月的谁是狼人，靠好人做任务赢的局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次。应该给好人多一点玩法，不然总是做任务很无聊的。最烦的就是这些任务随机的地点，简直就是天南地北。跑断腿就为做几秒的任务，总感觉太不值当。钓鱼，有人吧？没人，先确认一下。现在的狼人都学坏了，假装做任务的样子，比真的还真。看到三号在任务点，还以为他在做任务，结果，哎。这玩意装的还挺像哈、啊。哎，我还以为三号是，我操！你个勇士，你拍我。